我看见那个钱哪来沟通了？说，他能做动，他已经做出办法了，所以说他跟那个叫什么网友一个朋友，买了一些货，存钱出来，人家不知道这个，是难做，他说但是还有办法，他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了，我今天没有跟他沟通太多，知道吗？你给他名片了？我没给他名片，因为我也没看见没有看名片。